今天我将带您领略泰国这片迷人的国度，让您的旅程充满异国情调和美好回忆。泰国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度，以其独特的文化、丰富多样的景观和热情好客的人民而闻名于世。让我们从首都曼谷开始，这座忙碌而又令人陶醉的城市。您可以漫步于熙熙攘攘的街道，欣赏摩登与古老交织的建筑，品尝美味诱人的街头小吃，如炸鳗鱼、烤肉串和香脆的炸春卷。不仅如此，曼谷还有一些不容错过的景点。大皇宫是泰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拥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群，如神圣庄严的翡翠佛寺以及华丽精美的壁画和雕塑。而沿湄南河畔的寺庙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拉巴普佛寺，它的高耸塔楼和精美壁画令人叹为观止。如果您追求自然之美，那么泰国北部的清迈绝对是一个必访之地。这里被宜人的山脉环绕，景色如诗如画，您可以参观壮丽的寺庙，如山顶上的杜林寺，俯瞰整个城市。而清迈周边的乡村和部落也是独具魅力的，您可以与当地人互动，了解泰北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手工艺品。对于海洋爱好者而言，泰国的岛屿是天堂般的存在。普吉岛、苏梅岛和甲米等岛屿拥有绵延不绝的白色沙滩、清澈湛蓝的海水和丰富多样的水下世界。您可以潜入海底，与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和热带鱼嬉戏，或者乘坐皮划艇探索岛屿的隐藏海湾和洞穴。泰国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叹的景点，如历史悠久的古城阿瑜陀耶，被誉为水上威尼斯的大城府，以及美丽的巴堤雅海滩。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等待着您的发现。无论您是寻求文化、历史、自然风光还是美食体验，泰国都能满足您的需求。这个国家充满活力，热情好客的人民将使您感受到真正的泰国之心。我真诚地希望您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，留下宝贵的回忆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泰国，开启一段充满惊喜和欢乐的旅程吧。